整个弧形玻璃它是要经过三个程序，第一个是平板的生产，再来弧形的一个加工，再来到回到一个落衣的一个制作。整个外墙的落衣玻璃将近500片，从平板的玻璃要做成弧形的玻璃，它的良率就比较低。每一块大小都不一样，只要一块玻璃装错其他的位置就有问题，装不上去。它整个环形天花的组成一共有53圈。那之前我们在预计整个钢构下陷的部分，它的值是4公分，那实际我们测出来的部分都在3公分左右。来这块工地，我已经来了大概1年1个月左右。对，每天这样来回啊，然后我不会开车，所以我每天的骑车大概快一个小时。每天都大概5点多就要起床了，来这边大概7点半。那有时候回到家可能9点多10点了。最远到新竹，从宜兰花莲就是原住民的长山直接过来，所以他们会住宿在这里。那每次如果回到家很晚的时候，小孩就说爸爸回来了，爸爸回来了。很赶，非常赶，门票都已经卖了，非常赶，不能 delay 到。看到小孩那种天真无邪的表情，就觉得说那有 get 到了。我们有那个 CCTV 嘛，有时候在看的时候就觉得说，妈妈这个手机就是每天看着的花圃好像长大了一样。现在开始开挖了，现在挖土机进来了，看着这个建筑物长大一样。兄弟比较平平安安、和和完工啊，在施工期间的多么的辛酸辛苦都是值得的。欢迎大家能够来看我盖的花圃，欢迎大家来看我盖的花圃，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盖的花圃，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盖的花圃，赞。